迎大家繼續收睇靚一世呢個環節嘅。咁咧，我哋呢一 part 咧就有 Norma Wu 導師同我哋親身示範咗一啲瑜伽啦。咁我亦都會一齊去做下學下嘢咁樣。咁佢呢家教我哋做嘅呢個瑜伽咧就叫做 Vinyasa。嗯，係咪？咁你 ready 未？一個流動嘅動作 ，flow 嘅動作咁樣咯。OK， 係啦。咁我 OK 噶啦，你。咁我哋開始啦。好。我哋首先咧，依家要企響一隻啦，踎低。踎低，腳趾弓貼腳趾弓，膝頭哥微微分開。O K， 但膝頭哥微微分開啦。跟住之後向前趴低，做一個 child pose， 額頭輕輕掂地。嗯。咁呢個 child pose 咧可以舒緩一個下背嘅壓力啦。哇，好正！同埋平靜翻身心，去準備進入我哋一間嘅練習。慢呼慢吸，吸氣嗰時漲肚，呼氣嗰時收肚。係上嚟，table top， 膝頭對上係頸骨，手腕對上係膊頭，咁樣，膝頭對上係頸骨。手腕對上係膊頭， okay. 大力啲撳落張脊度，成隻手掌都要撳落張脊度嘅，手指頭用到力，吸氣嗰時 arch back， 頭仰上，吸氣，呼氣嗰時 round back， 眼睛望住自己嘅肚臍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嚟多次吸氣。仲有兩下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去翻我哋最平 natural back 先，跟住手咧向前踏前一步，跟住之後咧腳趾蹲地起身做一個下九，咁樣，係啦。心口推向自己大髀，手指用到力嘅，腳仔盡量踩地。如果踩唔到地嘅朋友咧，可以趌高少少腳踭，曲少少膝頭。係，你嘅自己嘅尾骨好想指向天花板，好想好想指向天花板。頭垂低，頸放鬆，擰一擰個頭先，放鬆個頸同埋個頭，喺度留五個呼吸。咁下九嘅動作咧，可以幫我哋拉小腿啦，伸展我哋腘繩肌啦、腓腸肌啦。咁對我哋嘅又可以改善腋下淋巴啦，跟住仲可以改善我哋嘅寒背問題嘅。係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咁我哋去翻 high pan， 吸氣 high pan， 咁樣，係收肚，手手嘅手踭向外，手指頭撳落張脊度，如果唔係，手腕會用曬啲力嘅，係啦，呼氣單多，吸氣 high pan， 呼氣單多。再嚟多次，吸氣 high pan， 呼氣單度，右腳升起，腳趾指向張脊度 ，pat pat， 要 square hip， 係啦，腳趾頭指落張脊度。哦，咁樣。係，跟住之後咧，身體衝前，膝頭哥跌埋頭，用肚嘅力吸氣上翻嚟，身體衝前，膝頭哥跌埋頭。上翻嚟，第三下吸氣，呼氣，有少少流汗嘅感覺啦。跟住之後咧，吸氣上嚟，只腳擺喺兩手中間。咦？等等先，嚟，係啦。跟住之後放低下面只腳，右手擺喺右腳入面。可以嘅話咧，就擺喺就擺低手踭，感受一下 hip 位。拉開緊，我只腳係咪擺前？你只腳擺前啲，
你的封關節有沒有感覺？對著手同腰你這個這個位置會有感覺的，有啊，這個大髀會扯住的，這個是腹股溝淋巴，頭垂低頸放鬆，hold一陣先，在這裡hold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氣的時候右手升起，做一個 easy twisting， 手指指向天花板，是啦，一隻腳給少少力先，這個位置，這個位置，給少少縮翻埋，手指向天花板，心口好想好想望上去天嘅，喺度 hold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收翻嚟先，跟住手掂地下啦，伸直翻你兩隻手，跟住右手按住自己的膝頭哥向外推，心口亦都反向天花板嘅。我初學嘅啫，其實幫你開緊個教，其實唔係好難嘅啫。好痛啊！但是只不過是痛啦，瑜伽就是要痛啊嘛。如果唔係，喺度 hold 一陣，五、四，要望呢邊啊？係啊，頭望天花板，三、二、一，翻返嚟中間，係啦，手擺喺腳嘅兩邊，後面膝頭哥蹬直，去翻 high pan， 跟住 lower pan 喎，膝頭哥擺落地下。屁股微微拉後，心口擺在兩隻手的中間，下巴貼住張席，得唔得？唔知道，啱嘅。OK。跟住之後咧，腳趾蹬地，腳趾用力向前撐，做上九，係啦，咁夾實肩胛骨，心口推低，腹骨推低，個樣一定好攰。腳踭拍埋，係啦，呢個就是 cobra。條腰好痛啊！呢個動作係噶，但是入下腰是有壓力的，但唔緊要嘅。跟住之後去翻下九，係喺度唞五個呼吸先。你應該好攰啦，有吸氣，呼氣一個，吸氣。呼氣兩個，吸氣，呼氣三個，吸氣，呼氣四個，吸氣，呼氣五個，右左腳拎起，係啦，膝頭嗰個墊埋頭，身體充前，係啦，好似頭先咁樣，再拎翻起，呼氣嗰時膝頭嗰個墊埋頭。身體充前，係，還有一下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之後呼氣嗰時候，只腳擺喺兩手中間，係啦，左手擺翻嚟左腳入面，擺低自己嘅 elbow， 我感受一下先，左邊嘅 hip 開緊係咪？嗯，喺度 hold 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之後，左手打開指向天花板，心口反開，好想好想望曬天花板嘅，喺度 hold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翻返嚟，手撳住自己嘅膝頭哥向外推，呢邊仲唔痛？喺度 hold 五，手可以伸直嘅，如果覺得太痛苦嘅話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翻返嚟中間，跟住之後咧，後面膝頭哥蹬直，去翻下九，身體充填 high pan， 膝頭哥墊地 ，pat pat 微微拉後，心口擺喺地下，下巴墊地，吸氣嗰時腳趾頭用力，心口打開，係啦，跟住再去下九。是在這裡 hold 五個呼吸先，五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盡量用胸去做呼吸，吸氣的時候收肚，呼氣的時候再收多些肚，這個叫 Ujjayi Breathing，
咁做 Astanga 嗰時咧，都係用呢個呼吸嘅。好 ，hold 到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右腳升起，一步踏向兩手中間，係啦。跟住之後，後面只腳轉開，打環。跟住上嚟 Warrior Two， 咁樣係啦，膝頭哥咧指翻去前面先，呢個大髀要用少少力，嗯，身體打開，個頭望向前面嗰只中指，係啦，好型喎依家，喺度 hold 五四，你只膝頭哥係再低啲。三、二、一，吸氣嗰時候，手左手掂住小腿，右手指向天花板，喺度 hold 呢個 reverse warrior， 可以拉到腰側嘅，亦都可以瘦到腰側嘅。係真㗎？係。喺度 hold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氣翻翻上嚟，右手擺喺腳嘅側邊。左手指向天花板，系啦，只膝头哥咧用力顶住你嘅右手，嗯，喺度 hold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只脚用力吸气上翻嚟，跟住双手摆翻落个地下度，后面只脚蹲翻地，左手右脚一脚踏后 ，high pan 啦 ，low pan，low pan 你就膝头哥摆落地下啦。咁我咧就做 shuttle run 噶，咁我咧你就膝头哥摆喺地下，心口摆喺地下，哦，吸气嗰时冲前，系啦，呼气嗰时下九，系我哋左脚一步踏前，系两手中间，哎呀，转开右脚，吸气嗰时上嚟，我要 two， 系啦。咁記住啦，膝頭哥係喺第二隻腳趾上面嘅，尾骨要收收尾骨，唔好盡量，唔好 arch back。咁樣。係，跟住之後大髀用力，身體係攞住呢度，手指向前面，放鬆膊頭。OK。跟住頭向望向前面，係啦 ，hold 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吸氣，手掂去小腿後面隻手，呢隻手指向天花板或者擺喺耳仔側邊，係啦，喺度 hold， 你 feel 到腰側有拉扯嘅啱啱？係啊，前面隻腳坐低啲，係啦，喺度 hold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氣上翻嚟。跟住之後，左手掂喺左腳嘅膝頭哥出面，右手升起指向天花板，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雙手掂地，左腳一步踏後 high pan、low pan， 膝頭哥擺地下，心口擺地下，吸氣嗰時上係啦，通常咧。你隻手咧，其實見到咬嘅，其實唔可以咁咬嘅。如果你咬嘅手啦，你就曲少少手。咁樣？係啦，手踭。嗯。心口盡量推翻上天花板。係，呼氣嗰時，膝頭哥微微分開，腳趾高貼腳趾高，跟住頭墊張脊。我哋做翻個完成嘅 pose。做翻個舒緩，亦都係放鬆翻自己嘅心情，放鬆翻大髀，放鬆翻背脊，慢呼慢吸。喺呢個時候吸氣嗰時候可以漲肚，呼氣嗰時候收肚。慢慢坐翻起身。
咁我哋就完成咗啦。我哋咁就完成咗呢个嘅 Vinyasa， 非常之攰。虽然得嗰几个动作，点啊？好似好简单，但系咧，肌肉少啲力都做唔到咯。肌肉用好多力啦，所以其实瑜伽唔系净系得拉筋。咁嚟紧可能我就会教点样拉筋啦。但系而家我哋可以系 build up 翻啲 muscle。好，咁好多谢 Norma 教咗我哋做呢个 Vinyasa。嘅一啲瑜伽動作啦，咁嚟緊下一 part 翻嚟咧，佢都會繼續教我哋做第二種嘅瑜伽動作，係 Yin Yoga。咁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再見啦。